嘉义市大满贯。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办理22届市市政满意度调查，今年进入第四届。调查内容除了首长市政满意度之外，各涵盖11个市政偏向。嘉义市伫咧非六都16个县市当中，因系治安状况、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品质、艺术文化、服务表现和幸福感，总共有七个项目的金奖。另外四个项目嘛，取得金奖，成为全台湾唯一一个伫咧所有项目拢有得奖的县市。嘉义市长吴敏辉亲自到台北领奖，得到了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的肯定。这已经是连续四年来举办，每一年几乎都是在考验，也是让我们有所依循。这是政府的施政用心，而且人民有感的一个满意度的调查。我想能够在逐年增加许多的面向当中，今年嘉义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县市大满贯，在11个面向里面，我们拿到7金4银，再加上我们所有团队用心的努力之下，人民有感，我觉得非常感动。这一份荣耀是属于所有市民大家共同努力来的。我想我们擦亮嘉义市的招牌，让大家看到嘉义市不断在进步，不断的自我超越。虽然我们受限于幅员，受限于人口，但是始终这是一个非常认真努力的一个城市。更重要的，长期以来大家重视的医疗、重视的教育，那我们后面再有更多不断的，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面向，大家一起来努力。除了在治安、环保、那教育、医疗等等的面向，幸福的指数都不断的增加。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努力来的，全民共享世代宜居的幸福城市嘉义市，好世世代代好徛起，大大细细拢介意。这份荣耀属于大家一起拿来的。这次的调查是由爱普罗营销市场研究公司执行，针对着全国22县市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随机电话访问，民调的进行无引导或者是试问，也无限制，采取直接询问的方式，民众也直接回答，绝对是公正公平。今年嘉义市取得七项金奖、四项银奖，是全台湾唯一南瓜全奖项的县市，也看出来嘉义市长吴敏辉多年来的努力。最新新闻，张定松、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嘉义市长吴敏辉率领五会贵宾和北横国小的师生虔诚祭天，祈求五谷丰收、风调雨顺，让囡仔今年所种下的稻米拢会当顺利收成。嘉义市北横国小推动种稻仔的特色课程已经有真侪冬，透过播田、耕作，培养囡仔爱乡爱土、尊重土地和生命的情怀。今年特别选一个教师节要来到进前，和农业试验所嘉义分所合作，栽种幸福嘉义米大农82号，来宾和囡仔做伙到田林体验，让囡仔学习感恩，也更加会当珍惜环境资源。我想北园国小一直用稻香北园作为校本课程，在这里面体验农民们他们辛苦的耕种以外，更重要我们如何借由这样来安排做食农的教育。我想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永续的经营、永续环境，那我们更要让孩子从小就要培育有正确的概念。那我们今天就把农事所吴永培吴博士的台农82号米来做插秧，让孩子去体验。我们希望孩子有一天自己种的稻米，那我们自己吃，而且能够给大家就在这一亩田当中，让孩子学习的更多。我们非常感动，这就是我们对于联合国 SDGs 我们其中的重要的指标去做呼应，也呼应我们的食农教育。那期望说，就由我们嘉义市小孩，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小就能够体验你社区的生活，体验我们农民的生活，更要体验我们在周遭环境对环境爱护的生活。其实永续生活的未来是永续的产业。嘉义市北横国小目前伫咧校园内底规划一处作为体验仓库，伫咧结合老天的稻谷城和课程讲解，让囡仔熟悉所种的稻米大农82号，并充分结合着社区资源。
由嘉义市农会树建会协助活动的进行，阁有嘉义市水资源回收中心环境教育的推广，让囡仔除了保产政策啊之外，阁会当了解到幸福美的用途，深入生活各层面，嘛让囡仔对着社区资源环境有进一步的了解。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飞机三天两暝七十公里的福安王爷徒步进香活动，十六号上午正式展开。该一点免费也特别前往，并担任组织官，奉请福安县五虎三王上轿，并在各地方领袖、民意代表的见证之下，正式巡境。市长免费表示，福安王爷这百年新香路非常有意义，更是宗教净化人生的代表。也感谢福安县积极投入社会公益，甲市务组的帮助弱势，打造全力共享世代遗迹的城市。我想徒步进香是一个考验，是对我们自己的考验以外，更是对我们信用的恳请。有这个恳请的心，我觉得这是社会凝聚重要力量的开始，所以咱的三王宫嘛是咱的五虎泉水啊，这一个也依循的当年呢，真的来到家我想我们依循的这一份力量啊，再回到我想这个进香徒步进香，这是代表着我们彼此的虔诚。但是普通时我们就用三王宫他的善心大德真的能够在我们社会里面，尤其在我们基层里面对弱势的关怀跟照顾，我们是不是要打一个扑克好吗？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虽然没有一一的讲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真的这是长期以来有系统的，而且很认真，不但在嘉义市，更是扩及到邻近县市。我想几乎走到全国，将三门宫的慈悲会当带给咱社会姐姐需要照顾的弱势好朋友们，让大家更有力量。台天神父福安馆举办的福安王爷祭徒步新香路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年，希望借由庆典活动推广王爷宗教信仰，用宗教力量净化人心，保庇家的市民，为台湾人民祈福。而透过三天两暝七十公里的徒步活动，将进香甲传统文化结合，予参与的信众在徒步过程中得到心灵的修行，同时也串起家关系，各有供庙百年新信。用钱，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开会一天，深受嘉义长辈期待的家宝 party show 活动再度登场，参照嘉年华会同款的现场，即开场安排陈梅君老师带来《天天年轻》的打击乐曲目，带动现场气氛。阿公阿妈陆续登现创意活力，徛上家己专属的舞台，带来精彩演出，一点啊拢无输乎少年人。嘉义市长林辉嘛特别到场，和大家同乐，佮点赞予每一对年纪上侪岁的长辈一份敬老奖的包，鼓励大家活到老，打到老。真的很感谢卫生局、民政处，还有各局处，大家动起来，还有民间，我们产官学民都一起动起来，让大家能够过得健康。今天看到许多我们的长辈，是那么快乐，而且是愿意走出来，这真的不容易。也看到他家里的家人，看到长辈走出来了，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大家都非常的珍惜。看到他们的愉快的笑容，我看到每一个人家人心情更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那但是呢，我们今天有十三队来参与比赛，每一个人都打扮的不止花枝招展，都很有特色，根据他们的准备，大家要秀一秀，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家宝 party show， 大家好像开 party 一样，但是也秀你自己，快乐做你自己。我想我们呢想尽办法让大家能够在这边生活的愉快。那我同时也要谢谢所有的乡亲，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营造一个全龄共享世代宜居的幸福嘉义市。
除了场内表演闹热滚滚，这场由产业界、官方和学界做会举办的 party， 佮邀请到东吴国际少年的学生来担任着礼宾大使。时尚造型科的学生为阿妈来做增角彩绘和义诊，互顶过大家拢水当当。另外，这是设有资源服务中心、电视研发作文、交通服务、财团法人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带来个人实行食品的介绍。为了提供阿公阿嬷更加专业的建议，今年的比赛，嘉义市政府也特别邀请具有物理、智能、治疗和研发健身等等专长的评审来组成的评审团。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团队，也将会当代表着嘉义市参加十月份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南区分区竞赛，为嘉义市争光。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解锁就签，配合一年一度的全国公祭日，嘉义市政府以国定公祭嘉义古感恩作为主题，策办一连串精彩的节目。市长吴敏辉日前身为市民开箱体验，伫咧嘉义古感恩进行实景解密直播活动，介绍藏伫咧嘉义古感恩含宿舍群内底的各种历史典故。让古感恩每个再有速办的假设，透过活动设计，让古感恩自由，嘛，让大家了解到感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嘉义市是个木都，而且是一个很有文化历史的城市，所以古迹日在嘉义市我们特别的重视。今年的古迹日就是九月的第三个礼拜的周末，那就17号、18号，主题就是让旧监自由解锁。那怎么解锁？让大家看到我们旧监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透过实境解谜的活动，让大家走进来可以体验、可以了解，甚至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我想古迹不只是在于建筑，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人文才是更可贵的。民间的力量还有公部门的力量，大家一起来让嘉义旧监不断地被看到，很多的亮点它可以有许多的想象。欢迎大家走进来，来到这里能够去体验一下，去想象一下，还有很多的故事等待你来解谜哦。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一定要记得赶快到线上报名，我们会给大家有很好很精彩的活动等你一起来哦。今年嘉义市的古迹日活动十分多元，跳脱传统以静态的建筑、展览解说为主轴，包括17号伫咧古感恩宿舍群内底举办解说教育设计工作坊、解说记录、故事工作坊和古迹现场学习行动等，现场配合手作和刺激活动。嘉义大学木质材料和设计学系嘛伫咧宿舍群举办木作人才培育课程成果展。另外，除了解说古感恩之外，关心台岛溪遗址的民众，可以当参加9月16号时空乘船台岛溪遗址南国探访之旅，让大家透过各种形态的活动内容，更加了解到嘉义市的文化资产。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为期两天的嘉义市摇滚音乐季，将会伫咧9月24号和9月25号一连两天登场。嘉义市政府17号下晡举行宣传记者会，歌手沈文成特别伫咧现场带来拄啊完成的创作，予大家听了十分的惊讶。嘉义市摇滚音乐季一个各类型的摇滚团队，包括金音、金曲奖得奖的团队，卡斯阵容让人真期待。为着要推广独立音乐文化，紧急的举办特工团线顶竞选活动，选出15名武汉创作力的新秀，除了每团补助10000元的车马费，让大家会当伫咧摇滚音乐季的舞台尽情的演出。后疫情时代，我们面对了许多的挑战，我觉得音乐或者艺术，或者我们的舞蹈，都是可以让人家疏解我们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时候一个压力的释放，其实来听听一场音乐绝对不一样。我想我们一起疯摇滚，就来家疯摇滚吧。那24号、25号会在嘉义的文创园区，我们有相当多的知名的乐团来到这边表演。我想今天呢，有沈文成，有廖世贤，还有我们
嘉义在地的生炒鸭肉羹乐团，他们真的非常的精彩。我想无论在我们的音乐厅，或者在文化中心前的广场，甚至到我们社区公园，还有星光三月前面的广场里面，我觉得每个点都要让大家看到这一种亮点，就是嘉义市是真的很幸福很快乐。我相信任何年龄层，我们所办的是全龄的摇滚，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它可以把你的内心给释放出来。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嘉义市政府的网站，一起来来嘉义疯摇滚，耶、yeah. ！为期两天的江宜市摇滚音乐季活动，除了有精彩舞台演出，现场阁有市集会当说，欢受各种的文青小打市集。政府提醒疫情期间，大家要来参加，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将嘴安挂好，安全紧紧盯紧伫咧摇滚乐的氛围当中。相关活动消息会当上网搜索名册。2022江宜市摇滚音乐季，最新新闻就定是黄秀山江宜市采访报道。回荡地区十八号发生规模6.8的强烈地震，过程中有70多起大小地震，造成回荡地区灾情严重。该市19号上午组织该市消防局特搜队，并将救助器材准备好，前往回荡地区协助救灾。该市长明辉一透早就到消防局，并亲自收集地震加彩金，代表市民感谢特搜队的协助。谢谢各位。各位，你们不但带着专业，而且更敬业，还有爱的这样的热忱去参与。那今天也正好，我想今天9月19，我们正好有演习啊，有一个演习，但是也正好这两天啊，真的发生了，而且余震不断，尤其17号一震啊，我想当天晚上的9点41分，到昨天2点41444。啊，下午的2点44分呢、啊，那真的是给大家真的充满了，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如果921地震的时候，嘉义人是很多人困在外面的，搭帐篷，那种恐惧我们到现在心有余悸。当然，我想现在在花莲、台东那边有需要的时候，啊，各位能够整装待发啊，而且前往我们接下来要到水上搭。水上机场搭运输机前往，那我想在这里呢，真的还是谢谢大家。我想要请局长，我们后援如果有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一定要让大家有充分一个最好的环境跟资源，好不好？好、哦，局啊，要特别，那我想再一次的代表，所有的市民，谢谢您啊，参与了这个救灾的无论是演习救灾的工作呢，我们希望。大家一定平安。该市消防局局长苏耀新表示，这是该出动的队伍参与过高雄气爆、台南维冠大楼等大小救灾行动，希望全力帮助回荡。我们这次的队伍，包括台南0206的维冠大楼，包括高雄气爆以及花莲的一个赈灾，我们通通支援过，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队伍。那么我们也希望说，淬炼了23年，淬炼了很久的训练，我们能在真正的地震当中，真正的演习训练当中，把它精湛的演出，救出生命，救出很多的一个，我们希望全国民众，在遭受地震之余，受苦难之余，我们第一个。救人生命的单位应该把它救出来。该市消防局这次该动员17个人，并准备各式装备器材之后，到水上机场坐运输机前往回荡，到力救灾工作。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该市的殡葬管理所一直以来持续增加软硬体设备，整修室内环境，让前来的市民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思念厝人。而这几年来，殡葬管理所更是举办微电影精选活动。而今年的微电影选出8组得奖作品，呈现出英男情书的故事。该市长明辉也特别到场观看，并亲自颁发前3名，再加上5组家族奖金甲奖状。市长明辉也感谢议会支持，并感谢在竞选期间细心以及大洋友善电视台在报名期间，让活动大力赞助，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到温暖人心的微电影，请更多人参与竞选比赛。
今天我们进一步有借由微电影的故事来诉说着生命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我想透过导演们或者很多来自各界，这一次的增建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呢能够入围，我们选了有一二三名，还有五个佳作。那透过这一些作品呈现出了许多的故事，都是值得引人深思。我们也特别要感谢在这段期间里面，世新有线电视台王国辉王董事长能够给我们提供，那让大家知道这个资讯，更多人能够来参与这一次的计划。更重要的，我们在事后呢还能够规划在各个不同的管道上能够去做播放，也让更多人来抚慰所有人的心灵，彼此之间有更好的互动与生命的故事。那当然在这我们也谢谢议会的支持，给我们更大的能量。我相信生命每一次都是一个过程，就像里面所说的，连回忆都可以是重逢，可是我们还要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巨大的正向的能量，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在这个地方虽然哀伤，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满满的所有的能量都能够带着继续往前进的动能。该市立殡葬管理所表示，111年3月11日启动精选比赛，总共有19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影片上传，经过资格审查，全部符合资格。在经过评选委员讨论和评分之后，录取前8名，二手得奖作品将在该市殡葬管理所加速休困区轮流播放，并借由网络也就是电视媒体播出，让关怀生命议题获得各界重视和认同，持续提升地方服务品质，营造上温暖的该市政府团队。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早前向前十全十美的十项重用者礼品阁有礼金，今日市长敏惠来到位置的国华街，百货人随五串招弟阿嬷的厝内底。提早献上重阳节的祝福，阿嬷挂上金牌笑嗨嗨。四岁公伊虽然已经100岁，但是阁会晓检查家己的健康簿啊。大家都来问伊保养身体的秘诀，无想到伊的答案竟然是拍牌。趣味的对话，让现场气氛欢乐。随后，市长吴敏辉嘛特别前往百货人随黄德才阿公的厝内底，介意旅游的阿公特别和大家分享伊四界游览的经验。市长吴敏辉嘛为伊献上重阳节的祝福。会当分享黄德才阿公伊的故事，我感觉实在是经过伊遮侪当，真正足精彩，足佩服。即嘛，值得咱来学习，啊，值得咱来真的可以看着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那我也要特别感谢，在我们嘉义市呢，我们很棒的陆老板高毅，他们特别都会为百岁人瑞他们会做了一本他的记录。我觉得里面把他的故事，然后他的一个老照片、新的照片都拍得非常的精彩。真的故事都写得非常的多，令人非常的感动啊！从现在开始，重阳节的礼金，65岁到79岁有3000元，而80到896000元，90到99是9000元，那100岁以上我们有12000，那当然100岁以上我们每个月还有营养金，那为的是感谢我们许多的长辈年轻的时候曾经为这个城市为这一块土地来奉献，那现在我也代表我们所有嘉义市民来跟他致敬致意，谢谢你，有你真好。提醒嘉义市的长辈，嘉义市的重阳礼金对今年9月15日开始发放到12月7日为止，会当领现金，买当汇款，预计总共有46896位的长辈会当领取。发放总金额是1,128,181,000元。另外，嘉义市政府伫咧人岁年满100岁当月份开始，每人每个月发放新台币5000元的应用礼金。希望借由百岁人岁应用礼金和重阳礼金的发放，会当让大家更加有尊严生活，每一天都会当更加健康跟快乐。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
日前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展出的《自控日志》台湾文博会讲义馆得到老者回响，为着让未赴到高雄看展览的民众，也当伫咧讲义区感受到目前展场的氛围。讲义区政府特别规划将全部的展览搬回家己，对即日起在讲义区的博物馆推出为期两个月的特展。这个好友市长吴敏辉亲自主持的开展仪式，邀请大家把握机会，做伙来感受讲义区的艺术精品。我们非常感谢策展人徐锦庭与黄明章两位真的用心的规划策划，把那样的一个有限空间却能把嘉义市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历史梳理得非常好，借由摩登时光大通小城来展现在这么精彩的文博会当中，让嘉义市不断的发光发热，更感受到嘉义人情味的特别。里面呢，我们特别规划了日光招待所，而这日光招待所也就是把嘉义的美食好的一个产品来呈现给大家，结果呢创造了非常好的佳绩。那现在呢，这个大通小城摩登时光，我们把它带回到嘉义市的我们的博物馆，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借这个机会来参观，带着好朋友有出了一本这个本地，那这是属于嘉义市的故事。也谢谢策展人，尤其明章跟锦庭呢，他们把从陈澄波的展望侏罗城来带进了走进了摩登时光，我觉得这让我们看到里面的精彩之处，这也就是我们嘉义市一次的精华都在这里，大家来走一走，真的很有深度的旅游，真的认识嘉义市。对，今天起在嘉义市的博物馆登场的摩登时光大通小城，是由策展人齐景庭和协同策展人吴明江共同策划。展览入口展示丹顶坡展望侏罗城复制画，让大家会当更加近距离观察各种的细节。展区内底嘛，看到加纳艺术家乌巴扬，以加纳艺术重新表达百年来有关充满着生机的植物，还有设计师潘月玲和高阿丁工艺师共创的信用相关文件，展现家己生命文化。嘉义市政府文化局表示，接下来各会和教育处各有学校安排艺文场馆参观课程，做伙来感受着台湾丰富佮精彩的人文城市。最新新闻，张定松、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